Hello， 大家，今天我们要去采购一下一周的伙食。我靠！算了吧。哎呀，这不太长。大新鲜不欢迎我。我天，以前我们在这里排的，对呀、最多也就排到那个地方嘛。走了走了。我说。上次来这里还是穿着羽绒服过来的，不是吧？是往那里，那里是一个边边那里。董先生说他的发型不行，异常自卑。现在是天气好好啊。真他妈一点不累。哎，好好看，满地的。这个东西叫什么？松果吧，应该是。已经是个疯狗了，翠翠。哎呦，左跑右跑，好处跑。它像一个小羊羊。哎，那里有一只狗狗。Le gars il m'a dit ah bah oui mais il est pas cassé. Ah, ça va, c'est votre chien qui mord. C'est des chats, ils ont un temps d'adaptation entre eux, ils se battent, ils ont leur façon de faire. T'as l'air là. Non, c'est juste d'aller那个法斗像个大爷，分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公园里面的牛牛，他们生活的好舒服哦，晒太阳不热吗？这个松树长得好好哦，这里还有那个掉下来的，这个应该要今年冬天才会掉吧。松果果，姐姐又被训了。走，走，慢，慢，听见是吗？慢点，慢点。那个牛都看过来了。喂。哎，锤锤慢点儿、怎么了锤锤？哎，你太胖了，你的肚子这个太滑了，你真害怕。锤锤不见了，来了，等等等，锤锤过来，锤锤，锤锤，锤锤来，锤锤，小翠宝贝，小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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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他了，还在一边跑一边骂骂咧咧呢。每次到森林里来遛狗，你都要玩失踪，是不是啊？都跑到森林外面来了，都跑到大森林里来了，里面的树倒了，把栅栏压瘫了。你就跑出来啊？你有没有责任感？啊？你有没有责任感？董翠翠，被跑累死，活该！臭不要脸的！啊，还躺下了？要不要脸？还乱跑吗？下次不要你了。嗯，知不知道自己很过分？栏杆倒了你就往外面乱冲啊？啊，真的是，那么大森林跑丢了怎么办？
外面变成没有人要的小狗狗，到处去流浪，是不是啊？你喜欢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是不是？啊？问你话呢。那是给你算起来。哎，人家的狗狗都能好好在旁边走着，就你不能啊！叫了就不回，叫了就往前跑，啊！上次哪个抖音上面有个人说什么狗跑了不要去追，狗都跑没了。看谁来了？你怎么找到他？啊？你什么反应？你怎么找到他的？哎，我现在。你什么反应？你他妈瞎跑！啊？是不是瞎跑？是不是说你？找半天找不着。啊妈的，他狗子往右边跑，然后在左边去找，啊，他往左边，对，他往左边走，就去右边找。我给你详细道来。好的。刚才我走到那个位置，不是，我拍你，这样就好了啊。你说吧，啊，好。哎呦，断脚头晕。哦，好的好的，你说吧，怎么找到狗的？刚才我从那个里面走出来。啊啊，好。啊，就是我们进去那个地方。啊啊，进去那地方。那个大爷在晒太阳。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站在那里。听到那边那个小孩打球，那里有疯狗在叫，就他那个声音，在那叫，叫完了，然后我就，我不知道什么，然后我就往那边走嘛，我想看看是不是他，走到那里去看，然后疯狗，然后跑过去，然后我就叫，我看见他了，我从那里开始追，从那里追过来，追到那里，追到哪里？追到这里，追到差不多那里吧。那个器材那里，追上他了。他站在不动了。我叫他停，他不停，接着往前跑。然后你叫他坐，坐也不坐。然后你怎么抓的？后来他跑到这里草丛了，想尿尿什么的。哦，好的好的，牛逼，会玩，还是这狗会玩，厉害。过来，雪队，过来过来。你不拉他，他这不就回不来？过来，他要自己玩会儿。过来过来过来，这里。死狗。锤锤，过来过来，这里来这里来，锤锤来，锤锤来，马上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过来来。我当然没他跑得快了，要不是他跑了，已经在外面跑了十几分钟了，哪追得上？而且也不是追上他，是他停下来了。故意让你的啊，那就当他是故意让我的吧，我还得谢谢他呗。下个月过生日给你吃炸弹，别绕着我啊！快点放手，放嘴。回去再玩好不好？你睡一会儿吗，宝贝？哎，你真的是执着的很哎！快点，球球，回去再玩好不好？今天中午吃个三明治，买了一个叉烧的，本身真的是香茅牛肉。坐在垃圾桶旁边，因为里面的公园锤锤进不去，我们就在这里陪他。口罩有进货哟，这个价格还可以。卫生纸又不缺喽。北京的世纪家园，一共六层，你肯定晕了。其实呢，你也可以去开曼群岛注册企业，只要年满18，注册股本$50,000，还不需要验资，就可以享受股东资料保密，不用你去开曼所有金融服务。